我跟那腾讯的那技术部门的去聊，他游戏他不是韩国那边去来搞吗？我没有，韩国那边开你先发。听我说。那天我要听小胖反馈给大哥，他说的好像是尽快会弄完的，知道吧？没用。但是他妈的就练签了，就很鸡巴烦，就不是那种弹道，那种弹道就很飘很就散，知道吧？不是以前的那种弹道嘛，对啊，就根妈本搞得烦跟死以了。前那种弹道没法比，就以前那种弹道什么三连发啊或者扫射啊，就用着特别舒服啊。你现在都不被迫，你都得改自己的射击方打不式。过就是挂咋啦？子弹哥不服吗？不服以上前来那单种一挑，蹲刚才下西来药哥让我打了，我就现在也速想点打几你一下，下。就能偶尔点头，这现在点不了啊。烦死了，真的。而且它会有失准，我在看那个 B 站的这个等巴一西下的视月，频，等一下月巴色西来服务器的了，视频，人家开喊枪就他贼拉舒你，服，没伟哥，好吧？就是以前最早那国服那种感觉。我刚才练了2把枪，给我自己练傻了，真的，不知道他妈的电我脑练的，枪，我练枪也想吐，太卡了。不知道他妈的还感觉是我电脑的原因，但也不可能，我电脑也不差啊。不是电脑原因，不是电脑原因，就是游戏原因，跟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这个17XY 说的就没有毛病，真的，到这个段位了，就都差不多了，都玩的是那种思路跟意识啥的。走地鸡不是你爹吗，小金哥？说好的莫夫妇，你现在又改变来我了，的是掩不？护下行动。我倒好像抢了。B 仓一个34。B 中进了。哎，大有一 B 个。仓进这个34，这把狙。别急，哎，大有个头。出门刚出又来，出了一个，出门出妈的，你直杀死！我舔 A 大了，我舔 A 大了，来一个跟我，错了一局死了。B 中改了，变没我断，的掩护下行动，B 断手雷抢来了了，一点不要被一误点伤进，了。